罗志祥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，而今天刚好就是他44岁生日。除了全场粉丝惊喜排字，罗妈妈也端着蛋糕现身，让小猪忍不住泪崩，向全场喊话：就算你有一天失败了，记得不要放弃自己，勇敢站起来，不要害怕别人说你什么，记住我所说的一句话，坚持比努力可怕。我加油啦！另外，他在感谢经纪人时也正面提及近3年来的低潮，更分享自己的成功3要件，又感动又搞笑的画面让台下全都闹翻天啦。我发生事情时很多人会离开我，我不会去怪他们的，因为你不能去勉强别人怎么对你，但我很感谢所有在我身边留下来的人，谢谢你小双，谢谢你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这2年我知道你很辛苦，我也很辛苦，但是我没关系，我自己搞砸的，我重新再建起来就可以了。我成功的要件3个：不要脸，不要脸，不要脸。谢谢记者朋友们，在前几年你们一直写那些东西，拜托，已经过了3年了，不要再写了，不要再写2020，毁灭事实。